主料，则属一个淀粉；油则属一个去皮、洗净、切条，并裹上薄薄一层淀粉。锅中放油，加至七分热，放入薯条，中火炸，差不多七八分钟就好了。炸好后盛出绿油，烹饪技巧：炸薯条发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弄翻碎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